到达指定地点，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。本次导航结束。老公，你下飞机了？你在哪个出口？马上来接你。我都忙晕了，忘了告诉你，我提前一个航班回来了，公司事儿太多。啊，我已经到公司了。嗯，没事儿，你先忙吧。对了，我妈问你什么时候来我们家吃饭，你不是说这次回国之后马上见他们的吗？哎呦，我也想去，可公司这边走不开，晚上还有应酬呢。跟叔叔阿姨解释一下吧，好吗？那个，我给你买了小礼物，晚上见面给你。还是那个酒店，我订好房了。哦，拜拜。这饭菜都准备好了，酒也备齐了，他说不来就不来，一会儿这事儿吧，一会儿那事儿吧，他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人家忙，人老总啊，副总，副总也是总啊，副总更忙啊，你不知道啊，那会儿在团里，那副团长整天忙前忙后的，你忘了？再忙他也能来看看我们来啊，婚姻大事，这是不是事儿啊？爸。人刚从国外回来，事儿挺多的。他今天真答应来的，那公司临时有急事，他就来不了吗？你别怪他。看看你，你还没有咱们宝宝明白事儿呢。哎呀，我这越想我这越来气，哪儿那么大架子？他跟妹妹相处有三年了吧，该不该有个说法？该不该来看看女方家长？嗯？找这么个人，面子是有了，这里子不舒服，他穿着也难受。这面子和里子都好的，没有这样的男人，他还没出生呢。我还不怕你笑话，这要是面子和里子你让我选择的话，我肯定选择面子。为什么呢？你说这一件衣服哈，你里子要是有点问题，哎，面上是好的。你出门别人看不出来，照样风采依旧。但是，如果这件衣服这面上有个洞，你还出得了门吗？再说了，咱们宝宝多争气啊，找了一个这么好的女婿，这是所有女人的梦想。你知道吗？咱们这些邻居平时都不跟我说话，哎，知道宝宝找了一个上市公司的老总，嘿。全部都来巴结我，都跟我说，哎呀，麻烦您，你可一定得给我们女儿找一个跟你女婿一样的。我多有面子，我太有面子哼，我倒没你这种感觉，我感觉心里头不踏实。
怎么样？喜欢吗？喜欢。你送我什么我都喜欢。你什么时候带我去夏威夷啊？嗯？什么夏威夷？你在夏威夷的时候发短信跟我说，那儿特别适合办婚礼、度蜜月，你说要带我去的。对，是那儿办婚礼办的特别专业，真的，比咱这儿强一万倍。我妈问你呢，你什么时候有空啊？去我们家坐坐，她给你做好吃的。贵姐嘛，这阵实在是太忙，哎，好容易去一趟，也别匆匆忙忙的，你说呢？反正早晚都得见。是。累死我。哎呀。是我找人打的折吧？什么？你找人？那些灯具是我兄弟们送给我的。哎呦，你别不要脸了！什么好事都往你自己脸上贴，谁不要脸？我真不要脸！我告诉你，我还跟你少算了呢。我的青春损失费100万，今年不许少。你太可笑了！你怎么了？咱们俩结婚之前，你不是刚满36岁吗？不到40就是青春，你管着吗？哪来的损失啊？我当然损失了，我当然损失。你看看我这膝盖是不是重水着呢？是不是肿着呢？跟我有关系吗？每天你让我从一楼背到6楼啊！哎呦，这是你自个儿愿意的，我什么叫愿意对吧？你求着哎，老婆上楼太累了，背着吧，是你愿意的。我告诉你，你还别欺负我，我们家法院可有人。哎，对，你们家法院有人，这我知道啊。扫厕所的不管咱家这点事儿。什么？我告诉你，给我130万，我就跟你离。我就一分钱都没有，那我就耗死你！我告诉你说，我真倒了血霉了啊！我怎么找了你这么个老女人呢？你给我停！我住嘴！张傻子，我告诉你，你再跟我说个老女人这仨字儿，我现在一屁股坐死你，信不信？你坐死我！对，你敢？我怎么不敢？你以为这是家产？你躺着，你躺着，你试试，我看我敢不敢坐去。我不管哪儿，你敢打我，敢坐你，信不信？哎，二位，二位，二位，咱们这是行政部门是吧？二位要是办理手续，就把相关材料给我。你怎么又是你啊？不，不是上个月是我们俩上个月结婚的时候，不是你给我们俩办的结婚证吗？对呀，张先生、陈小姐啊，对对对，哎呦哎呦，那天特别忙，真没好好谢您，谢您，谢您，不客气，不客气，谢您，谢您。您怎么上这儿来了？啊，不是，嗨，我们那个民政局啊是这样，就比较人性化，就是我们呢实行这个轮岗制，结婚离婚呢就是来回这么倒。长时间要是在这离婚这地方待着，这心脏受不了。哎，对对，理解理解，你都能理解。理解，离婚。离婚。